我们三位闹着玩的主持人为什么要在人家的频道里面受苦受难、啊、为什么他在搞我们三个啊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这么辛苦啊。没错，看到这样就知道了，羽球拍专业的羽球场，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一个好朋友蔡哥成立了一个叫做羽球队的。你有看到他的配置什么？一男配三女，从来没看过他们打羽球，所以我决定要匡正这个歪风。但我放眼所有 YouTube 界里面能配得上我的频道的只有闹着玩的那其他女性主持人，所以我们来欢迎闹着玩的主持群。这么快、啊、你刚讲什么只有女性主持人呢？怎么这样呢？不是啊，他们是、啊、他们是还在路上吗、啊、没有啊，根本就没有发他们。他们最近通告比较多，叫我们比较你们叫谁？那你开场怎么那么快？没有的。我们今天的脚本闹着玩，我一看到就想说应该是要回馈我的吧。我那一天拼命的做效果，对对对，超感谢的，是不是？当初你是派了两位女生嘛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回馈你，就是派两位男生啦，能够赢我们三个之后，我们再有机会再找四个女生出来了。这不是重点啊，帮我看一下，这有海苔吗？有没有屌？我总觉得有点怪怪，好像有屌海苔，好像有。我这边没弄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他就是这么难控制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差不多，我们就是闹着玩，就是在闹嘛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打羽球了。好，打羽毛球。我们要分队，因为我们四个，四个人要二打二，一人拉一根绳子，同一条绳的就是同一队。这样，我那等于我拉这一条。好，那我拉这条，那就是按照这个。这样有选吗？没有啊，其实你也看不到啊。这不是被强迫的吗？你也看不到，没有站到。来，一二三，来。欸、我跟你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严永烈不是耶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是有。跟严永烈。哎、欸。欸、我们刚刚其实有切磋，我们两个应该是最强的呢，不用担心。虽然我没有在打羽毛球，但是我是俗称演艺圈的黄金二垒手 ，S 棒球，就是有运动底子 ，OK 啦。那我们你就不担心了，反正我们就是要担心他，对不对？要担心一下。哎，我不要这样讲啊，我也不错哦。奥运的时候我有仔细看哦。嗯嗯嗯。现在要决定谁选拍的顺序，选拍的顺序，来看谁远哦。哇。哎呦，厉害哦！黄金二雷手，黄金二雷手。啊？阿内鸟。是啊。差不多。那个奥运期间有在看羽球的，要有梗哦。我要认真。好好好。对，你为我们节目尽心尽力，我们感受到了，晚社长，真的。好，来，这样子很简单，我们就是第一名呢，可以翻三张，然后从里面选，然后第二名就要从剩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再抽一张，然后再选。这一张，这一张，烤肉王怎么拍啊？那个烤肉王能打吗？来呢，儿童羽球。哎，这还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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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们用这种的。电蚊拍，哇塞！哎、欸，是我怕蚊啊嘛，不是啊，这点到一个人也较糟了。啊，那你要不要问烤肉王有没有附烤肉酱蒜？儿童羽球拍啦，它应该是比较短而已，但是对啦，蛮厉害，可以打嘛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我再拍一张。有几排的？啊，平底锅，哇塞，这都好难哦。这样看起来好像电蚊拍还比较好拿。好像是呢，当然啦、啊，这其实第二个选跟第三个选意思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那就是要剩下这三个哦，网球拍，哦，打很远，有这个，这很重哎，你不能选太好，我跟你，因为它偏弱，你要把好的给他。我跟你说，有没有道理？我跟你说，烤肉网是一定不要的，烤肉网一定不好弄嘛，嗯，起码这两个都还有手把、啊，哦、你烤肉网根本没有手把。哎，平底锅比较大哎。对，平底锅啦，锵锵锵的，那么重怎么打啦？哦，太重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好像不错哎，这个厉害。哦，这个 OK 啊，你看这个。哎，我们两个其实差不多，你看。对对对对。是你们拿到球拍之后，我会给你们一人一张卡片。卡片。在游戏的时候可以使用。平底锅是我们公认最烂的，我们锅边上。真的？真的。平底锅可以使用两张卡。什么？我们的卡片都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打。耶！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谁的球权哈，我们往上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的指向哪里就是谁的。啊，先你后兵了。
不要喂，你不要把我们打断了。来了，比赛开始了。挑弱的打，挑弱的打。啊！啊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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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！用力用力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后面的。来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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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恐怖了！哦，我的，哦，这真的会很恐怖呢。完全不能流力，一定要用力，对，要用力，要用力。你很快，你很快耶！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哎，你有那个球拍交换的？来来来来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是指定一个人跟他换球拍，我只用笑一个卡。笑了，哈啦。我把耗子的球拍换过来，哈哈。OK， 四个回合。杀球啦！杀球！哇！啊啊啊啊啊！跟球拍没有关系吧？啊啊！嚯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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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诺，哦，一诺一诺一诺 ，OK OK OK， 嘿。嘿嘿，没知道，黄俊赫黑手。对对对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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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，好不容易最近了，所以你我跟你讲，你拿这个，你要前面一点，因为你打不远。哎、欸，啊，啊，好、哦、一个杀，前的杀球。等一下，他杀球这么远的距离，你还跟不上啊？你又不是只有前面就算了，你后面应该看得很清楚，再推一下吧。那速度太快了啦。我发球，这么慢的速度你都跟不上，太丑，对不起，太丑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不应该说你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要干嘛？你这样，你用什么卡？你要用什么卡？用什么卡？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叫他去交友好了啦，我使用来去交友卡。哎，请 Fred 去后面野餐，我会帮你守住的哈。走，哎，好的，走。阿斌啊，哎，哎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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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，哎，哎，哎，不需要我，哎，不需要我。OK， 我 OK， 我顶住。哎、欸、哎，欧阳阳，我们想一下策略。现在要球过来呢，全部都由你来接应。可以。对，可以，我话先让你猜给我，因为这个我根本打不过去。好吧，好来。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我可以用卡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因为他刚刚他有策略嘛，他说不管打哪里都是永烈要接嘛，那我要使用我的时尚玩家卡，指定一个人穿着按摩拖鞋打羽球。我看你多会跑，来来来，给他穿。那我们两个都废了吧？来来来来，等等，我要把最好的球拍把它剪落呢。不错不错，袜子也要脱吧？哎，同一队呢，靠良心的哦。道理，袜子要脱掉才会有疗效。不然你这样会也会滑，危险啊。对啊，我是为了他身体好啊。你最近有没有哪里比较不舒服的？贵贵州龙海聊聊吧。这位先生这边来，来来，你卡村里面。阿伯，这是量身定做，来来，右脚右脚先来，这是量身定做，好，请那个大力胶拿一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绷得很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战略还是一样哦，球都由你来打。哎，不是，不要演，不要演，不要演呐，不要演，不要演。啊啊！哎，打打打！你在干嘛啊？你为什么要打到智障啊？你
刚不能跳伞，我刚跳起来下来了哦，要闪出来了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什么事情？就说我们三位闹着玩的主持人，为什么要在人家的频道里面受苦受难？为什么他在搞我们三个啊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们怎么这么辛苦啊？那人家旁边是洋芋片的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要使用闹着玩卡，可以吗？我不能换球拍移动，我这边我坐在这边撑过三局，哦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是不是？好，有没有 ？OK， 得分，得分，得分！猴子哥加油！可以吗？没事，看我的。哎啊！我痛，我痛！你干嘛啦？你在前面，你又没有动。有啦，跨了一步，跨一步而已。你不能打一球你就跑掉，那一颗球你就在这里拍一下就，我从后面跑来呢。不行啊，我穿的鞋就只能打一球而已。这样子我们用再多卡都没有用啊。他进进来了哦！你们用了两张卡，我们分数还拉高了。对呀、啊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 ，Hello， 你要撑住，不要打一球就下去，撑住。哎，你很快，我发现你很快，但是我好爱、哦。我打不过人家了。反正他没有打算要动呢。他没有要动。他没有，他就这样子、啊。不能动，我一动就倒了啦。哎，我再不用就没有机会了，让我现在用好了。那我就绑你喽。哈哈哈哈哈！应该是解脱，应该是这个操作吧，对不对？改两只手打了，还可以了，还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啊，反拍嘞！我就整个人都要转过来。OK OK OK， 要转起来哦。哇呀！哎，哎，是不是？啊！来喽！啊啊！我看你这样好扯，还是我回去好了。他这样子打过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要怎么回击啊？那个速度好快哦，太可怕了，根本都没有看到球哎。要不要让你一下？是这个也一样啊。这个问题是那个羽毛球果然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吗？没有，还是你们要不要问其他三位有没有空？来不及了啦，有一次习俗叫怜香惜玉啊。还有两分，还有两分，来不及了！现在再怎么追，他们四个来都来不及了。哦。得分！天哪！啊，都不出去！来喽！啊！啊啊！这里也是，这里也是界内，对不对？嗯。有打没打都挂，我刚刚有点太过分了，是有点。所以我每一球都插球，好狠哦！而且都不用跳，好狠，怕晕啊嘞，紧张怕晕啊！而且我们刚才说我们让他名下，就一上场那个我斗志魂就起来，没有要让。啊，同样这就是比赛就是这样，没有上去就让的啦。好了，那我们既然我们都赢了，我们就谦虚一点，让他们请我们吃饭。对，好哦，对，这样的谦虚吧，我喜欢。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人在中和，中和是你家嘛，你就随便永和隔壁一样，随便找个阳春面请一请就好了啦。对啊，要请这么好。哎，我们算是公道了啦。赢的人选餐厅，输的买单。我们选这个地方，其实又符合我们。这么辛苦的过程，喂，老算懂学，对啊，而且还没完呢，我们好像还有一只烤鸭啊，等一下要上了，肯定要上了，看到这三盘就知道有点烤鸭，有点那么多，对你们开心一点嘛，你们可以笑一笑吗？现在在录影，对啊，可以问一下这边一只烤鸭大概价位是在什么？你不要那么凶啦！我笑一下，不要那么凶啦！往好处想，是说虽然说自己付钱哦，但还是可以吃得上几口，还算是可以安慰一下。对，这个还可以安慰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赶快吃啊！哎，可以啊？哎呀，我们不用啊，转过来，请客不是我们要先吃吗？喂喂，他把好的东西留给你们了。什么好的东西？哪里好？下面都是金箔。哦，真的是金箔哎！对啊，不是因为我们想说你们美食节目主持这么多了，我们怎么可以好就随便挑一间？对，我们一定要食材好啊，像人家那个叉烧肉，对不对？
对，这叉叉肉看起来它那个部位是精选中的精选，它就是梅花头，就是中间那一段特别软特别嫩。苏家还可以这么浮夸，哇塞，好敬业，有没有看过这么敬业的苏家？掌声鼓励一下哦！不是，是吓一跳。它确实，它确实是够软的，是不是？路边随便找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你就直接串下啊！右手用力过，我现在夹东西都会抖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看过人家拿筷子是双手拿筷子，好逊哦！而且它准备得特别好，龙虾对不对？它是泰国酱。泰国那种咖喱的，它很贴心，因为这个酱汁是最精华中的精华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准备这个银丝卷让你沾。它其实你说它泰国，我还倒真的是觉得像是马来西亚 feel 哦。因为泰国来讲的话，会比较偏，我印象当中会比较酸辣一点点，但是它因为它是有一点椰奶的感觉在里面，又有咖喱这样子，银丝卷本来就比较不会什么味道，真的需要寿司哦外在的酱汁给它提升一点美味的灵魂这样子。一个银丝卷，然后沾这个龙虾的酱料以后，好像帮这个银丝卷穿了一袭金缕衣，真的这种感觉，黄袍加身就是这种感觉。它香茅的味道其实我觉得很刚刚好，刚刚不会太过。而且我刚刚沾那么多酱哦，其实那银丝卷呢，你试试看单吃，它其实银丝卷是香的，香的它的酱汁其实没有盖过它银丝卷本身的那个面粉香气在里头。很棒呢，第一次，因为以前都在看电视看你们去形容菜色，哇，今天来到现场，真的觉得我完全是在学习呢。哪有？有啦，我觉得真的要把那个菜说得好，或是吃的时候让观众喜欢，觉得真的是美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分。没有，但是要它好吃才行。哦，真的是好吃，对。哎，来了，哎呦，鸭香堡，今日的鸭香堡，鸭走哦，哎呦，有声音呢，这声音，你看，脆脆。而且它还把多余的油脂去掉，对，而且它增加它的脆度，汤汁啊，那擦擦滴耶，擦擦滴，哇塞，皮来了，哇，它这个包底有很多颜色，对啊，为什么？真的，师傅建议我们第一片就直接单吃吗？还是师傅建议赢的人先吃 ？Good idea。哦，够胖了，够胖嘞。哦，那个油好香哦！怎么样？它这个油怎么样啊？我想第一片不要有任何肉，真的。截肢。那个油香对不对？它瘦肉弹度就像松板猪一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然后所有的油脂，它还把它弄掉，所以刚刚好，完美。哦，这么油，这么水啊！哇，那油香味真的。好香，很优雅。第一次吃到这种片鸭或者是肉片，感觉好像用吸管在吸饮料一样，你必须要一直吸，一直吸，那个汤汁才不会外泄，才外流这样。所以汤汁非常的饱满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你从来也没有吃过烤鸭，它里面是包水果干。一般人他都会把它略过，但是今天你绝对不要错过。因为我觉得哈，这果干哦比例要抓好，它这么厚是有道理的。你一开始咬的时候，果干的甜是直接冲出来的，然后那最后是酱汁的酸，你最后咬那个油脂，你才会觉得哇，这是有原因的啊。原因在于酸跟油它会乳化，所以会让你口中的滑顺度提高。所以就好像你吃牛肉配红酒一样，那个淡宁。哎呦，这个时候这个是一鸭三吃二吃。鸭松来了，这个好，鸭松的，哇！你吃这个怎么样？很好吃哎，这个真的很棒。这个除了本身外面包那个菜很脆之外，有没有？里面这个炒的那个鸭肉的咸香跟弹性度，真的是诚意很够啊！特别是它又加了那个什么油条，把它剁得碎碎的，增加它的脆的口感啊。最主要是它那个大火快炒的那个香气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锅气。对，你咬开这个蔬菜，然后里面的锅气是汹涌而来，然后打开那潘朵拉的盒子一样，太恐怖了，太香太香了。从以前看你的节目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们喜欢的，我们以观众来看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你们的演出跟反应其实非常真实的，而且我觉得很贴近你们个人。其实老实说，
浩角想起以前在这个前一辈子的节目里面，前一辈子我们讲前一辈子，上辈子、对，上辈子节目里面，其实我们一直走的风格跟这个路数也是走一个真啊，比如说跟这些店家老板或者是观众朋友，我们就是好像认识很久一样，然后拉聊天也都是用这种方式，那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感觉，只是说我们播放的平台不一样，这基本上是一体的，只是大家播放的平台不一样，但获利的都是观众朋友。对啊，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很多的是直接的，比如说像你们以前是不会跟观众直接看到这些留言，其实很多 YouTuber 他们会有一些比如说生病的状态，他们心情上面是没办法调适的啊，那你们进来之后有受到这些冲击吗？别人的这些批评指教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吸收的，你就吸收。我觉得这是很 OK 的事情，像自己学会消化这件事情。对，就是真的很需要，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块海绵体，有没有？什么都吸收了。对，你要海绵体、哦，海绵体这么大一块啊！海绵，你们会不会常常有遇到没办法接话的过程？谁住在上海的大风里？海绵体宝宝，喂，哎，最可怕的来了。好可怕！啊，对，对，好吧，对。啊，但我比我们想象中好，比想象中好了。我以为要五位数。是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现在站在这边要干嘛？是怎么了？不是，他在等你的信用卡。等你的信用卡。可以请你们那个公关来，我跟他瞧一下。好，来。哎，不可以打折哦。然后我们下次也不会这样对我。我跟你去好了。要去干嘛？不是啦，我说真的啦。好了啦，你一段开场到底要录多长？这都剪掉了嘛？不会剪掉。不会剪吗？不会剪。他那个人在画圈圈，你看。没有，他等一下要打羽球，他在热身。好，热身。他在拉筋。好，他在拉筋。不是，你想想看，你们都很多点。还要聊。拉不走哎、欸。不是，我们。